网友称呼为读地级片场，可以能读懂蓝二吗？就是除了在剧里，你在片场的时候。肖战不喜欢吃茄子，九一博是特别喜欢吃茄子。忘机我一定带不走，因为忘机肯定就被那个魏公子给带走了。我给你介绍一个好朋友，这个朋友实际年龄比你大。